讲上写都袂了，我70岁游玩一尾活人啊，本来超好动拼第一哦，呵呵，骗你假啦！哦，我晕头，而且我很安家。呵呵喂，啊，你个大头锤啊，被你吓得要安胎了啦！呵，我若这样用吼，拢嘛是吃这个出名的传统武功药的铁牛运功散啦、啊。哎呦！什么铁牛运功神啊？我看你是吃着吹牛运功神，佮差不多啊！哎呦，人客啊，你干么呢？这年头的查甫人拢安尼啦，重看不重用啊！出什么代志拢嘛剩一支嘴，叫老板等去推两粒啦！阿明，小心哦！你看啊，那个什么东西丢了哦！哎呦，你看啊，他丢了个什么东西？哎呦，我那可怜查甫人。丢了就跑，一点都不负责，我叫艾文。